你不要再说了，你已经跟我说了三天了，我也想明白了，嫁人就嫁人吧。那好，你想嫁给什么人？嫁给什么人，能由得了我吗？你一直在提钱，就嫁个有钱人吧。嫁有钱人，可是当小老婆。 小姐，你找谁？我是宋莲啊，上次不是见过一面吗？哎呦，四太太是您啊！您等等等等，花轿去接您了，您没见着？我自己走来了。 不用，我自己拿。您稍后，我先看一下。 你是谁呀、啊？四太太，请进来吧。你就是那个四太太啊？对，我就是那个四太太。 你把箱子给我拎去。
四太太，往后您就住在这儿，我是管家陈百顺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。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？不是你来了吗？四太太，道谱上的规矩该伺候您了。慢慢的就习惯了。四太太，该给您梳头更衣了。怎么样，脚垂得还舒服吧？女人的脚最要紧了，
脚舒服了，就什么都调理顺了，也就更会伺候男人了。你去把那盏灯端起来。对，就是那盏灯。把灯举高点儿，脸抬起来，杨学生到底不一样。好了，脱衣服睡觉吧。把灯灭了，那怎么着？我就是为了看得清清楚楚，才点这么多灯的。亮亮堂堂的多好。谁敲门？孙太太病了，韩老爷去。我已经睡下了。孙太太得的是疾病，非要您去呢。明天再说吧。孙太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担待不起。讨厌，抽什么风？过去看一下吧，要不然他得闹腾一夜。老爷走了，老爷进三院啊。三院点灯。府上的老规矩，我带您去拜见老祖宗跟三位太太，回头再与早点。
照府上的规矩，议事和吃饭都在这儿。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四太太，老规矩往后都马虎不得。拜见祖宗吧。要不先到三院见过老爷吧。老爷跟三太太还没起来，要不待会儿再来吧。大太太，四太太向您请安来了。大姐，多大了？19。听说你念过书，大学念了半年。好，知书达理就好。到了府上慢慢就惯了，以后和姐妹们要和睦相处，好生伺候老爷。去吧。罪过，罪过。100岁了吧？这么老。二太太，四太太向您请安来了。哎，四妹来了，快请进，请进来。二姐，哎，快屋里坐吧。真秀气，叫什么名字？宋莲。啊，名字跟人一样秀气。我叫卓云，以后就叫我名字吧。看上去好像正在念书，大学刚读了半年，那怎么不念完呢？家父去世了，家里也供不起了。哦，老人家高龄啊，53，还不到60呢。人生真是不测。四太太请用茶。四妹请用茶。家在哪儿呢？丰城。哈，那可是出茶叶的地方。家父以前就是做茶叶生意的，后来铺子倒闭了。嫁得这么远，令堂大人舍得让你过来？他是继母。是这样。啊，四妹，昨晚上你那脚捶得还舒坦吧？二姐每天晚上也是这样捶脚吧？哎，傻妹子，这脚可不是谁想捶就能捶的。老爷要种哪院，哪院才点灯捶脚。如今又娶了你这么个年轻漂亮的新太太，二姐怕是得有日子享不着这个福了。你别小看了这个，以后你要是天天能捶上脚，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。来来，一真，快来拜见四姨妈。四姨妈，
没本事，只生了这么个丫头。二太太，时辰不早了，四太太还要见过三太太呢。哎呦，你看我光顾着说话了，三太太当然是要去见的。以前戏班里最红的名旦嘛，戏唱得好，人也长得好。嗨，三妹也真够刁的。昨晚上是你什么日子呀？能大半夜就把老爷叫走吗？对你太不客气了。说是三姐病了。什么病啊？哼，老爷惯出来的毛病。老爷走了？刚走，这不正灭灯呢。那先拜见三太太吧。三太太说她今儿身子不爽快，说改日再见吧。四太太，这是三太太的少爷飞兰，跟二太太的一真小姐同岁，快叫四姨妈。四姨妈。四太太，四太太，这是燕儿，是老爷分给您房里的丫鬟，以后是她伺候您，有事儿尽管吩咐。燕儿，还不快叫四太太？四太太，是她呀，见过。脾气不太好吧？嗯，挺好的，蛮勤快的，来府上啊三四年了。头上没有虱子吧？我可最怕虱子了。去，快过去叫四太太看看啊。快蹲下，叫四太太看看头发。头上什么味儿啊？洗头去。你没听四太太说话？我昨天才洗过头，顺便把我换下的两件衣服一块洗了。快去，小心惹四太太生气。去。燕儿，燕儿，燕儿，你怎么还不去洗啊？你可不能这样，你看这老爷喜欢你，就想当太太了。就算老爷这次不娶四太太，也不会是你，你就不是当太太的命。好好的伺候新来的四太太吧，别胡思乱想了啊！别忘了洗头。哎，A3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三太太马上就到，刚才高医生开方子，耽搁了一会儿。哦，三妹来了，三妹，这是你四妹，你们两个还没见过面吧？三姐。宋莲初来乍到，你们要好好照应她，往后姐妹们要和睦相处。吃饭吧。嗯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不爱吃肉。哦，今天都备了什么素菜？辉老爷，今儿上午预备的有香菇金丝、菊花发菜、珊瑚燕窝、开阳菜心、三烧鲜窝头、酱爆五色红、一夹乱针、佛爷跳墙，还有清清白白仙人指路。
照府上的老规矩，点了灯就能点菜，想吃什么你就点吧。我想吃菠菜豆腐。去做一个菠菜豆腐，再添一个新鲜的嫩豆芽来。四太太，四太太，老爷吩咐下来，叫四太太到大门口听招呼。听招呼？听什么招呼啊？就是有老太太在院门口站一站，看老爷睡觉前还有什么吩咐没有。老爷有什么吩咐说就是了，干嘛要去大门口啊？这是府上多年的老规矩了，几位太太都去的。我前几天怎么没听说呢？新太太头几天没这规矩，这不您来府上已经十天了。点灯垂脚，到这会儿你觉出点意思来了吧？再过些天呢，你就更离不了喽。谁啊？什么事儿？三太太说她病又犯了，叫老爷过去。三姐又叫你了，你该过去了。嗨，这个没事，越惯越刁了。那你过去吧，以后也别到我这儿来了。哎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告诉三太太，今天我不过去了。老爷，我怕回去不好交代。混账，有什么不好交代的？有什么事明天再说，就这么回话。谁在吵？是三姐吧？嗯。昨天半夜，她就在那折腾，一大早就唱上了，什么意思？成心不让人睡。我高兴了就唱，不高兴了就哭。狗娘养，你别理他。
三姐，病好了。怎么，扰了你的好梦了？对，你把我吵醒了。醒了好，要不越睡越糊涂。没糊涂，这不上来听三姐唱戏来了。接着唱啊，你想听，可我不想唱了。你去看梅山唱戏了。都是这些年我把他给惯坏了，他一不顺心就敢骂我个祖宗八代，这个狗娘娘，看我迟早收拾他。起了，好了好了，别耍小孩脾气了。今天我带你去吃五味坊的小馄饨，你不是说我爱吃吗？啊，你真的不理我，有人可早就盼着垂脚呢。老爷您早，老爷走了，灭灯。燕儿，燕儿，燕儿，哎，来了。这么慢，不会走快点？你要不愿干你就走，别以为老爷摸你一把你就怎么样。你成天挂副死人脸给谁看啊？没有啊，我怎么敢挂脸，天生就没有脸。怎么又想起上我这儿来了？真舍得星太太那股心劲儿。哎，我这儿有什么好啊？人家给我脸色看呀。你这儿当然好啊，不摆脸色还能给我听戏吗？我最爱听这一句，唱好。算是一段风流情，风流，对，风流。听好，并且模样好。
见了我。三姐姐，哎，班长，来，哎。苏三离了故宫，千家声来在大街前，未曾开我心头。好。什么？下来，我找你有事。二姐，哟，你脸色可不大好。不点灯不捶脚，心里不痛快了吧？我才不在乎呢，一个人反倒清静。嗯，在陈家可不能图清静。你要是几天捶不上脚，连下人的脸色都会成样。老爷愿去哪院去就是了，闹这些名堂也不嫌麻烦。这点灯吹灯不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？我当初进府的时候就这样。这是块苏州的真丝，送给你裁剪衣裳。哟，二姐，要你送我东西这多不好意思。应该我送给你才对。真是什么道理，我看你特别顺眼，喜欢，就想起这块绸子了。要是换了三院那个唱戏的，他掏钱我还不给呢。你看他今天晚上那个得意劲儿。二姐，楼上那小房子是做什么用的？锁那么大的锁？你去死人屋了？别去了，那死过好几个人。死人？死的什么人？上代人的家眷都是女的，上吊死的。这事你别再打听了，陈府上下都忌讳说这些事儿啊。四妹，有空到我这儿来坐，别再去那儿了。老爷进城去了，吩咐四位太太自己吃。吃吧。怎么没有菠菜豆腐啊？我倒觉得今天的菜素了。去给我做一个荷叶粉蒸肉。是。今儿怎么要荤菜了？昨天不是三院点灯了吗？四太太不是新娶的吗？嗨，这事谁能说得清？随着老爷的兴趣吧。反正呀，哪院点灯，哪院点菜，伺候就是了。
谁呀？是我，燕儿。什么事儿啊？鬼鬼祟祟的。三太太，请你去打麻将。我去打麻将，亏你们想得出来。不去。四妹，四妹，四妹，三缺一，赏个脸吧。我没那个兴致。走吧，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多没意思。还在为那个菠菜豆腐生我的气吧？那倒不至于。那就好，我想四妹也不会那么小心眼儿，既怕输了人，又怕输了钱吧。四妹要是真的怕输，三姐我让你了。既然三姐这么说了，那我是非去不可了。你也不用让我，谁输谁赢还真说不准呢。那好啊，这位是高医生常来的，府上的人病了都请他来看。王先生，高医生的朋友，这是我们四太太，刚来没几天。四妹坐。哎，请坐，四太太，请坐，请坐。来吧，我们四太太啊，可是念过大学的，不像我是个戏子。哎，人家今儿个可是来赌输赢的，你们二位可要留点神啊。哪里哪里，随便玩玩嘛。三姐到底是个唱戏的，屋子收拾的跟个戏台子似的。人嘛，都忘不了过去。老爷回来了，怎么也不叫人通报一声？哦，我也是刚刚进门。老爷辛苦。人呢？四太太被三太太叫去打牌了，我去叫她。不必了，不老老实实待在屋里，乱搞什么？点二院的灯。老板，请问，李彤，李峰，老爷回来了，不见四太太，就到二太太院里去了。管他回不回来，玩咱们的。不管了。四妹，你今晚算给卓云做件好事吧，这阵子他也闷死了，把老头子借他一月，你今晚输的钱交他掏，两清。听说四太太大学没有念完，为什么？念书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老爷身上的一件衣裳，想穿就穿，想脱就脱呗。可是梅山当年红遍全城的时候，常常叫彩的压轴戏啊。再不是当年了。
这大院子里有点鬼气。胡说，哪来的鬼气？房顶上那间死人屋。哦，那屋子不过就死了两个上吊的。为什么上吊？那还用问？免不了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。死的什么人呢？反正你也不认识，是上辈子的两个女人吧？是姨太太吧？不要胡说。又怎么了？他在偷看。谁在看？燕儿。这有什么好偷看？再说什么也看不见。你又护着他，隔多远我都能闻见他身上那股骚味儿。谁啊？老爷。什么事儿？该吃饭了。四太太的菠菜豆腐豆芽菜都做好了，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都等着呢。我不去，让他们把饭端上来。这不合适，还是到前面去吃，省得被他们笑话。又是他们，笑话怕什么，我就要在这儿吃。好好好好，端过来吃。去，让他们把饭菜端上来。老爷请几位太太先用，老爷说他不过来吃了，就把饭端到四太太房里去。府上可从来没这规矩啊，怕是四太太的意思吧。三妹，犯不着这样，吃饭吧。大姐，今儿个我可把话说在前头，往后只要在我三院点灯，我也把饭端回去吃。净胡说，你也真不懂事啊。你把咱们大姐往哪儿放？我算什么？我早就是老古董了，陈家早晚败在你们手里。是谁在吹笛子？是我们大少爷今天早上刚回来。是大太太那个叫飞普的儿子吧？听说一直在外面。我们大少爷可忙了，明天早上又要走去云南做生意。你是宋莲吧？按辈分你不该喊我的名字。应该怎么叫？叫你四太太。是我的笛声把你引来的吧？你接着吹吧，我打搅你了。
你会追吗？追捕，追捕，你给我下来。我母亲叫我有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你动没动过我的箱子？前一阵子我给您收拾箱子，我把衣服都叠好了。那你看没看见里面的笛子？笛子？我没见，男人才玩笛子呢。你偷了我的笛子。四太太，你可不要随便糟践人，我偷你的笛子干什么？你成天鬼鬼祟祟的，还装着没事儿。四太太，你可不要冤枉好人，你去问问老爷、大太太、二太太，我什么时候拿过别人一个子儿？四太太，我真的没拿你的笛子，四太太，我真没拿，四太太，我没拿，四太太，你别轻敌，我真的没拿。太太，你别进去，我真的没拿你的笛子。你这么怕我进去，你心里一定有鬼，我非要进去看看。太太，好啊，你敢偷偷的点灯笼，这灯笼是你一个丫鬟随便点的吗？府上的规矩你知不知道？你还想不想活了？四太太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往外讲啊。好，我不讲，你把笛子还给我。四太太，我真的没拿，我真的没拿你的笛子。四太太，咒我死啊你！你想咒我死啊你！你想咒我死啊你！你别哭了，我也不该这样对待你。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我也不记你的仇。不过，你不识字，你不会写我的名字。你告诉我，那个字是谁给你写的？我不说。我不能说。你别怕，你告诉我字是谁写的，你偷偷点灯笼的事情我不会跟你说出去的。是
是大太太。那肯定是三太太没杀了。是二太太卓云。是卓云。你把我的笛子弄到哪儿去了？哦，怕你分心，把它收起来了。那笛子是谁送你的？我父亲的遗物。哦，怪我多心了，我还以为是哪个男学生送你的。笛子呢？还给我吧。这可坏了，我把它烧了。烧了？不就是只笛子吗？我再让他们去给你买几只好的。我最恨别人给我脸色看。那你去卓云那儿好了，反正他成天都是笑眯眯的。去就去。说你不舒服了，啊？不烫啊，大概不是生病，是生气了吧？二姐有事儿吗？起来给我剪头发。剪头发？我可不会剪，你还是找大姐、三姐他们去剪吧。他们哪会呀？你是洋学生，见过世面。我就要你剪，快起来，起来，来，来吧，来。好好的，怎么想起剪头发来了？昨晚上红灯不是点到我那院去了？我跟老爷说我老了。你猜老爷怎么说？他说我要把头发剪短了就不显老了。老爷既然都这么说了，你说我能不剪吗？哎，怎么不剪呢？剪呢？怕受生剪着了你。那个事儿，剪吧。那我可剪了。嗯。Ah!
请袋子去。三姐，你笑什么？我要是恨谁啊，也会把他的耳朵剪掉，全部剪掉，一点不剩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我是故意的吗？那只有天知道了。朱云这个人啊，是菩萨脸蝎子心，他的坏点子比谁都多。你别看我跟你闹，其实我最恨的是他。我知道我不是他的对手，也许你倒是能跟他斗一斗。这个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就猜到了。你知道我和他生孩子的事吗？我们两个人是差不多时间怀孕的，在我三个月的时候，他暗地里叫人在我的饭碗里放堕胎药，结果我命大，胎儿没掉下来。后来两人差不多同时要生，他就想生在我前头，花了好多钱打了外国的什么催产针，他底下那个都撑破了，结果还是我命大，先生了费兰，还是个男的。他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生了个一针，不过是个小贱货嘛，还比我们费兰晚了三个小时呢。四妹，你刚来，老爷对你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呢，往后时间一长，你要是不给程家添个儿子，苦日子就在后头呢。虽说你是个读书的，我是个唱戏的，我们这种人都是一回事儿。怎么搞的嘛？老爷，您昨儿才来了一个晚上，四妹就把我恨成这个样子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高医生说，剪再斜一点就切断我的血管了。不是没有那么严重吗？都怪您，是我头发剪短了显年轻，只靠大刀刀好，他就下了狠心。姐妹之间不至于。好了好了，从今天晚上起，我多陪你几天。二六点钟，二太太、四太太来看您来了。哦，四妹来了。二姐，快坐。二姐怎么样了？高医生来看过了，说不要紧的。真对不住你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四妹你多心了，谁说你是故意的了？咱们姐妹一直都挺好的，这事儿可别往心里去。说句笑话，我还得谢谢四妹呢，要不是你那一剪子，这些日子老爷也不会一直守着我呀。
轻点，二婶。二姐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回去了。正好，我不送了。燕儿，燕儿，什么事儿，四太太？你跑到哪儿去了？过来给我捏捏脚。捏脚？我不会。让你捏你就捏，轻点，让你轻点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我说我不会吗？有本事你让曹二婶替你捶啊。不会捏就别捏了。我有没有本事，慢慢走着瞧吧。真有戏了？有了，我就觉着四太太这两天不对劲儿嘛，老爷大喜了，这一回啊又得添个大胖少爷了。恭喜老爷，老爷照老规矩，从今天开始不分白天黑夜，这寺院就得点长明灯了。对对对，点长明灯，长明长明，长命百岁。快去点灯。太太，贺莲子粥了。曹二婶，有人说我没本事，请不动您呢。哎呀，可不敢当，谁这么瞎说四太太？您这会儿身子可金贵，您什么时候招呼？我都得来好好伺候您呢。大太太，我给寺院送饭去了。大姐，
您当初怀飞府少爷的时候也这样吗？吃你的饭吧。三妹到底是唱戏的，连笑都透着好听。好听不算什么，要是四妹也生个少爷，怕是有人脸上就不好看了。这么多菜还堵不住嘴？二太太，老爷吩咐您吃完饭到寺院去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些日子四太太身子不爽快，老爷说让您去给四太太捏捏后背。四太太怎么知道我会捏？嗨，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老爷说给四妹的。是老爷的意思吗？老爷就这么吩咐的。二姐，去就去嘛，把你伺候老爷的那套本事都使出来嘛，不会吃亏的。你把四妹伺候好了，老爷不也高兴吗？怎么样，舒坦点了吧？嗯，好多了。二姐，手再轻点儿。对，就这样。不会吧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是身上来了？反正有点像。四太太，你去哪儿了？慌慌张张的。你见我那条白裤子了吗？我已经洗了。洗了？百转千声谁意移，山花红紫树高低，始知所向金龙厅，不及人间寄，不及民间自在栖。好，下一首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月半钟声到客船。好，不错。老爷，二太太有事找你。老爷，我看四妹这两天气色不大好，人也没精神，可别像我当年怀疑真时候那样，差点小产了都不知道。我想得请高医生来给看看了。对对对，你不提醒我倒舒服。管家，老爷，明儿个请高医生到府上来，给四太太好好看看。是。高医生，给四太太看完病了？哦，看过了。高医生辛苦。陈老爷在哪？我有话要跟他说。我这就带您去。高医生，高医生来了。哦，是三太太。上回给你开的药吃了怎么样？好多了，
就是夜里总是不踏实。啊，那我抽空再给你换两味药。好啊。给四妹看过病了，怎么样？一下子说不清楚，回头再说。高医生。哦，二太太。四妹怎么样？不要紧吧？还是跟姥姥说吧。高医生又受累了。哎，哪里哪里，请坐。先喝杯热茶。高医生，四妹怎么样？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们都出去，我跟高医生谈。有什么不好？陈老爷，四太太没有身孕。你说什么？当真？我已然仔细检查过了，四太太确实没有身孕。混账！居然骗到我的头上来！你说，为什么要骗我？快说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简直没王法了，也不打听打听我们陈家世世代代都是什么规矩。你好大的胆子。凤灯老爷，您说什么？凤灯，好好的高医生怎么来了？我那条白裤子呢？我这就去拿。丫鬟偷着在屋里点灯笼，这灯笼是你随便点的吗？你眼里都有什么人？你把我们这一当太太的往哪儿搁？陈府还有没有规矩了？四妹别生气，有话慢慢说嘛，犯不着与那些下人一般见识。那不行，这可是府上的规矩。府上的规矩当然是规矩，可谁都难免有个错儿的。四妹，别嫌我把话说白了。
你不也刚被老爷封了灯吗？封了灯我也是太太。我告诉你，太太就是太太，丫鬟就是丫鬟。大姐，今儿个老爷不在，当着陈家上上下下这些人的面，你说句话。我犯了规矩封我的灯，丫鬟犯了规矩该不该处置？怎么处置？照老规矩办。大太太吩咐你认个错就放你起来，就认个错又怎么了？何必呢？姜汤药趁热喝，不然发不了汗。大夫来过了吧？都吃了几副药了，不管用。看来啊，燕儿病得不轻。哦，老爷爷回来了，说是不行啊，就赶紧送医院。真看不四太太比谁都饿。唉，谁让燕儿饭在他手里了？管家，老爷。尽量用好药，钱不要在乎，不要让人家说咱们不管下人的死活。是。早你待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在这儿
听三姐唱戏呢。三姐的戏唱得真好。嗨，什么好不好的，本来就是做戏嘛，戏做得好能骗别人，做得不好只能骗自己，连自己都骗不了的时候，那只能骗骗鬼了。人跟鬼就差一口气，人就是鬼，鬼就是人。四妹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犯不上跟燕儿小题大做，哎，偷着挂灯笼就挂去呗，不就是丫鬟想做太太梦吗？我不是小题大做，我是杀鸡给猴看。倒也是，她一个小丫鬟能有多大能耐，还不是背后有人。你看卓云昨晚点灯时那个骚样，她以为她能兴风作浪，看我什么时候哼治她一下。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，我就是不明白，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，像狗像猫像耗子什么都像，就是不像人。我站在这儿总在想，还不如吊死在那个死人屋里。四妹，可别乱说什么死不死的，嗨，管他像什么，就这么活吧。你这个样子也不是回事儿。你看我成天嘻嘻哈哈的，还不是自己给自己寻开心吗？三姐当然可以寻开心了，你可以去找你那个相好的高医生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他给我查病我还没谢过他。我告诉你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要敢跟别人胡说八道，我这人可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实话跟你说，我待会儿就去找高医生，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。爷啊，叫我来伺候您，说不再找丫鬟了，不找也好。虽说我老，可有老的好处，不像年轻姑娘那么不懂事。你去给我买些酒来。什么？四太太，我没听清。去给我买些酒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哎呦，您生日？多大了？20。你怎么不早说，都不知道啊？那是得喝点，我这就去。四太太，酒打回来了。你怎么这样看着我？燕儿死了，死在医院里了。什么时候死的？不知道，光听说临死喊你的名字。他喊我的名字干什么？难道是我把他害死的？我听人说了，就告诉你，生死是天命，怪不着太太。现在尸体呢？让他家里人抬回乡下去了。一家人哭哭啼啼的，好可怜。
也没什么好哭的，活着受苦，死了倒干净，死了比活着好。呀，四太太，你别喝了，你看你已经醉了呀。没醉，松曼，我今天高兴，哎，我过生日，20岁生日，心里高兴。大少爷回来了，大少爷，快去劝劝四太太吧，喝酒都喝醉了。大少爷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喝起酒来了？坐吧。我是自己给自己祝寿呢。你要不要喝一杯？给我祝祝寿。可以，祝你活到99。胡扯，我才不要活那么长呢。这好听的话说给你父亲听去。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也真蠢，怀孕那种事儿作假能假得过几天呀。我蠢，我不蠢，我早就算计好了，开始是假的，只要老爷天天到我这儿，日子久了不就成真的了。我在算计这事儿，他们在背后算计我，整天你算计我，我算计你，斗来斗去有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从云南带来的，送你做个生日礼物。这东西只有女人送给男人，哪有反过来的道理啊？不要算了，本来就是别人送的。好啊，虚情假意的。哪个女人送你的？我拿了，不脏了我的手？没打算送你，骗骗你的。骗我，我被人骗惯了，人人都骗我，你也骗我。你出去，出去。飞扑，我告辞了。三太太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不知道。我怕什么？我什么也不怕。大姐，
昨天跟我说的这事儿，要不然还不定要出多大乱子呢。大冷的天儿，快回去吧。苏妈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三太太和那个高医生啊，在城里的旅馆里被二太太带着人给堵住了。二太太让人把门踹开的时候，他俩还在被窝里呢。哎，造孽呀。刚才二太太说什么？她说是我说的。是啊，四太太，您昨天喝醉了，说三太太要去会相好，当时连我也吓了一跳。我说的？会是我说的？是您说的。我还寻思呢，你怎么讲这事儿？是恨那个高医生吧？您昨天喝多了，现在大概记不得了。那会把三姐怎么样？已经派人去请老爷了。会怎么样？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喽。四太太，快回去歇着吧，小心受凉了。今年这雪可真多，瑞雪兆丰年啊。
怎么说到这儿来了？这，哎，老爷来了。老爷。老爷。老爷来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你们杀人，梅山死了，你们杀人，你们杀人！胡说八道！你看见什么了？你什么也没看见。杀人，杀人！你疯了！杀人！你已经疯了。你们杀人！管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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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灯亮了，灯亮了，什么事儿？三太太的屋里的灯亮了，不知道谁呀、啊？把三太太的屋里的灯给点亮了。什么什么？哪屋灯亮了？闹鬼了！啊！三太太阴魂不散，闹鬼了。闹鬼了！
陈百顺拜见武太太，恭贺武太太新婚大喜。女人是谁呀？哦，以前的四太太脑子有毛病了，